今天上课，上一节我们讲了标本的含义和处理标本的方式，讲了第一个记者治标。记者治标第一种条件是，当标病危及生命的时候，不论本为何，先治标而后治本，这记者治其标。第二种情况，处病或者原有有疾病突然得了新病，比如平时这个人阳气很虚，脾肾阳虚，老腹泻，突然得了感冒，在这种情况下，感冒疾为了防止这个外感风寒病邪入里，可以首先去除风寒的治疗表征，这也叫疾者治其标。那么先病为本，后病为标，疾者治标。第二，这缓则治本，是指病情缓和，针对病本而治，称之为缓则治本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这是在疾病过程中，这是最一般的。这病情允许，疾病的状态允许，允许医生去求本来治本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叫做什么呢？缓则治其本。在临床治疗过程中，我们在将来学习临床医学的时候，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这样。那个疾者治其标，仅仅是权宜之计，临时的。最终我们讲治病求本的定义时候讲，就是针对疾病的根本而治。那么缓则治其本，这是第二。第三，标本兼治。标本兼治是标病和本病都重，在这种情况下，两者同时兼顾。可以出现标本聚集，也可以出现标本聚缓。总之，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同时来考虑，病的先后也要同时考虑，就同时来进行处理。这种情况下，也是在临床最多用的，最多用。刚才我们举这个肝硬化这个例子啊，肝硬化腹水。那么标病急，水，正虚也急。一种处理方法，那先治水，后治标，先解决那个水的问题，后来扶正，也可以处理过程中可先扶正，注水化瘀，攻伐的方法提供个条件。我们从标本来看，如果站在正虚的，说机体阴阳气血极度之虚，导致气滞血瘀水停。那么气滞血瘀水停为标，机体的肝脾肾功能阴阳失调为本。在这种情况下，用标本来分析，我们急着治其标。当高度腹水危及生命的时候，那我们临时暂时权宜之计，泄水攻防，回头来再扶正。缓则治其本，在这种情况下，缓则治其本，就是既要确邪，又可以扶正。一的处理方法，那么单纯扶正，提高肝脾肾脏腑的功能，那么就可以解决气血水交相为患，也可以。但多数情况下，着眼点既要理气化瘀行水，又要调整肝脾肾的阴阳失调，补其虚，就虚实标本同时处理。多数情况下，特别是将来同学学方剂的时候，认真读方剂，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虚实同时处理，那标本同时处理。这里从疾病的现象主和次，标和本来分析，应然本质上还是解决虚实之间的关系。多数情况下就是权衡两者的关系来处理。那么标本并用，应然是要分清孰轻孰重，最终的结果还是要分清正和邪之间的这个孰轻孰重。这是从疾病的现象来看，由脏腑的功能失调来看，病表现出的征象，随标随本，最后落脚点还是扶正确切。
就是还是解决邪正之间的关系。这是第三个原则，我们讲了标本，治标治本。下面讲政治反制。政治反制，这是这一节学习的重点，也是难点。首先讲它的定义，第一个讲政治，讲定义。政治是指逆其政后性质而治，注意逆治，逆什么呢？逆性质而治，什么性质呢？政后的性质而治，把它高度抽象出来，逆其政后性质而治，习成政治法，按照我们现在规定的，它属于治则。我们把它的属去掉，如果加上属，那就是逆其政后性质而治的治疗原则，称之为政治，应该这样来表述。我们一般情况表达是把它属在特定环境讲它定义，把它属去掉，就剩它这里内涵特性，简称逆字，简称逆字。这个逆是逆其正后性质，怎样理解逆其正后性质而治呢？主要指的含义而来呢，而说的最基本的性质含热，正好性质属寒，寒者热字，用温热方治疗。那么这个热的性质，就是给的治疗的方法所产生的效应热，或者药物的属性是热，针灸按摩的属性是热，产生的作用还是热。是针对这个寒而去的，和寒的性质相反，反称之为逆，这就叫做逆其正后性质而治，称为逆治。第二，什么情况下可以使用政治？它的实用症，它的实用症就是本质与现象相一致的症候。我们讲，疾病的本质和现象，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一致的。前面我们提到了。在极特殊情况下，出现了寒热的增加、虚实的增加。那具体的处理方法，在政治这个内涵里面包括哪些具体的原则呢？一叫寒则热治，它的适应症是指寒症表现出来寒象，用温热的方法进行治疗，用温热的进行治疗，这个温热。不仅是指药物的性质，还指治疗措施所产生的效应，表现为温热。热与寒相对，就热逆寒象而治，叫寒者热治。二叫热者寒治，热症表现出疾病的现象属性为热象，用寒凉以治。用寒凉性的药物，或者是各种治疗措施所产生的效应，表现为有寒凉的效应，来针对热性而治，这叫热者寒治。那么虚则补之，虚症出现虚象，扶正。以确虚，以治虚，就扶正以治，这也叫逆其现象而治，虚补。那么实者泻之，实证出现典型的实相，确邪以治，确邪以治。寒者热之，热者寒之，虚则补之，实者泻之，属于政治的范畴。这个寒者热治，热者寒治，虚者补治，湿者泻其，泻之。应言是治则，不是治法。在寒者热治，热者寒治，这个虚者补治，湿者泻之这个原则指导下，还有许许多多的具体的治疗方法。在学到这里头，大家一定把这个概念搞清楚。我们现在讲的前提，政治属于治则、治疗原则。它的下位概念有寒热虚实，
寒者热之，热者寒之，虚者补之，湿者泻之。它仍然属于治则的范畴的。这个大家在今后在这个使用这个概念的时候，不要再把治法和治则混同起来。习成我们可以治疗大法，过去的文献说政治，他不说政治，说政治法。这个法只是法则而言的，不是方法而言，分清楚。这是政治，这个还是多数情况下是针对疾病的本质而治，那么都属于政治范畴之内的。最难的是反治。首先讲的定义，什么叫反治？反治是指顺从疾病假象性质而治。注意这个定义啊，它站在这个角度来定义了。是考察立足点，考察疾病的假象的性质，说顺从疾病假象性质而治。所以要从从治，本质上仍然是政治。就这个概念，注意那个定义政治的时候，说逆其症候性质而治。定义反治是顺从疾病假象性质而治，假象是指它的性质来说的，也可以换成顺从症候假象的性质。我们前面讲了一个寒热真假、虚实真假，这是立足点的，不是从本上看它的疾病的本质，是看它的假象，看它假象，根据假象的性质来判断，确定一个原则。那么和假象相一致，性质一致，这种原则就叫什么呢？就叫反治，又称从治。这个习惯上这样来表达它，就记住这个反治是顺从疾病的假象的性质，它反映出了假象的性质，就强调那个假象的性质。它的行政就是疾病的本质和现象不完全一致的情况下，使用这种方法，就是按照这个原则来确定治疗方法。疾病的本质与现象不完全一致而出现假象的症候，它使用这样的症候。那么症字呢，是疾病的本质和现象完全一致，属于这样的症候，它俩有不完全一样的地方。下面有四个概念，也就四个原则。四个原则，第一叫热因热用。何谓热因热用呢？一，记住定义；二，记住实用证。定义，用温热以治，具有假热之症。这个原则就叫热因热用，把暑去掉。简单的记叫以热治热。怎样理解以热治热呢？就是用温热以治，药物的属性、针灸按摩的属性，二他们或者是他们所产生的效应，产生温热的效应是什么呢？是有假热之症的，是那个假热，这个叫以热治热。它的实用症真寒假热症。我们在前面讲寒热真假提到阴阳割据，隔阳带阳，说内真寒外假热，阴盛于内，隔阳于外，表现出阳虚至极，阴寒内盛，而外面出现假热症象。我们使用四逆汤来治疗，将来学习三号论时使用四逆汤，它是温热药，可是呢这个患者表现的假热现象，或者叫身反不还，或者是全红如妆。这个药物的属性，四逆汤、干姜、附子、甘草，它的属性，温热的属性和身反不寒这个假象的性质，以及面红如妆这个性质热象相一致。站在假象这个角度来看，这种治疗的原则叫做反治。为什么刚才我们定义讲实本质还是政治呢？
说真寒假热，用温热以治那个假热的征象，使它的性质和假热征象一致。实际上，那个这个疾病本是阳虚至极，阴寒内盛，用温热来治之，那不就是寒者热之吗？所以说，本质上仍然是属于政治，只是我们从历史到今天，传统上留下这么一个概念，就是人们思考问题，看站在什么角度来看，就像下定义一样，一个术语可以从不同角度甚至下好多好多定义，那就看考察问题的时候站在什么角度，在什么条件下来认识揭示这个事物的本质。那么反之，就是站在事物假象这个角度来揭示它的本质，给它下定义。二，寒饮寒用，说用寒凉以治，具有假寒之征，这个原则叫寒饮寒用，简称以寒治寒。它的实应症真热假寒，我们在讲肝风内脏提到热极生风，真热假寒的时候讲到厥，热身厥以身，热微厥以微，给用的是寒凉药物。就举那个热极生风，那个热身厥以身，用白虎汤，用大承气汤，用牛黄安宫丸、止血丹、治保丹，都是寒凉药物。那么这个寒的性质和患者表现出的四肢厥逆、手足不温那个性质，它俩是一致。站在四肢厥逆、手足不温疾病假象这个觉得来看药物的性质和它产生效应的性质，两者相一致。站在这个角度来定义这种治疗原则，叫做反治，本质上还是政治。热者寒之，他给的药物，白虎汤也好，大承气汤也好，就是牛黄安丸叫三宝也好，都是寒，寒是针对热去的。站在假象上看，他俩顺从是一致的。这是这四个概念当中，热饮热用、寒饮寒用是最常用的，也是比较容易学的，好理解的。底下这个色饮色用、通用不常用，但是也难理解。下面讲色饮色用定义，用补益以治，具有假实之征的。那么这个假实，大家注意，那么定义里面加括号叫虚盛闭塞不通，强调这个闭塞不通是虚，虚性的闭塞不通。注意啊，不通可以因虚而闭，也可以因实而塞，简称叫以补开塞。开塞具有不通，类似实，但是是阴虚而治。那么最后呢，就用补益以治，就是以补来开其假实，开始这个虚性闭塞不通，把这个叫做色阴色用。他的实应症真虚假实症，他的病机是真虚假实，那么全是症候是真虚假实症。我们前面在讲邪正盛衰、邪正虚实的时候，讲到真虚假实，多次举这个例子，脾虚腹胀，脾气越虚，腹部越胀。站在这个胀这个角度看，胀气滞不通属于实，立足点看这个。但是揭示疾病的本质是阴虚而胀。那么虚就得补，补是扶正的，不是缺邪的。看那个胀，把它当作实，就应该缺邪。而那个实呢，是假实，
在这种情况下，用补虚来开色，补虚看，看着最后着眼点还是立足于那个虚，看疾病的本质，补其虚，那气滞就通。站在那个不通，把它当作实，那么你要再补的话，就犯了虚虚实实之祸了。本来是实，应该确信，你还扶正，他俩正好相反，相反，本质上和疾病的本质，还是揭示疾病的本质而治。这个定义，这个理解是最不好理解的。记住叫，记住四个字：以补开色。这个色是虚性的闭塞，闭塞，把那个色当作假实，当作实，但是它是因虚而导致的，不应该出现这个症状。那么它出现了，当作假实，就假定它属实，专门规定它。大家看虚症里面，脏腑之虚出现，那么气滞不通的症状太多了。围绕学习这个定义，古因我们给我们留下这个概念，来这样定义它，这样来理解它就可以了。刚才举那个脾虚腑胀，它最早是从这个历代医家注解《伤寒论》那个太阳病坏症来说的。太阳病下之后，腑胀，讲这个伏马尔痛，用健脾一些方法治疗，补其脾，益其气，最后呢，色就自通。这个补药所产生的效应和那个假实的正好相一致，叫毒。那么不通，补还是让它不通，就这个意义来理解的。这个是最最难理解的一个概念。记住是用补益以治假实，记住它实应症可以了。最后一个同用同用，要比色阴生阴还能好理解一点。通阴通用，是用通力以治具有假虚，给括号这实性通泄，是这，把这个原则叫做通阴通用，简称以通治通。它的实应症叫真实假虚，真实假虚。我们在前面讲病机学的时候，曾经提到一个热结旁流。说热结旁流，最早是由《伤寒论》在阳明篇，阳明腑实症和少阴篇，少阴三急下提出这个概念，热结旁流。热结旁流是胃肠有燥湿和邪热搏结。实邪存在，可它表现的临床症状本应该，如果现象和本质一致，本应该是大便秘结不通。可是，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呢，它却热结旁流。用《伤寒论》的话叫做"自利清水舍村情"，用我们今天的理解，应该是稀便有恶臭味儿。它本来应该是大便秘结不通，恰恰出现了吐泻症状，腹泻。表现为大便粘稠，甚至可以出现稀水啊，不是清水，有粘稠有恶臭味的稀便。这个看这个稀便，看这个腹泻，叫做通。可治疗的方法是代黄满泻，叫大承气汤，苦寒攻下的结果。应言是一样的通，它承气汤、大承气汤也好，调胃承气汤也好，小承气汤是针对个燥湿和邪热搏结，是针对那个去攻下的方法治疗的。那本来药物的作用趋势叫做下，往那排邪，而表现的大便的症状也是通，也是通，把这个叫做以通治通，以通治通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定它的治疗原则，就早一点看大便那个稀，热结旁流，实际上是确邪攻燥湿和邪热搏结的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定义它反治，
把它叫以通治通。再举个例子，将来同学们学习《痢疾》的时候，痢疾湿热痢，里疾后症腹痛、发热、便能血、舌苔黄、脉数，一派湿热症象。中医讲无湿不作泻，讲湿热，咱们前面讲大肠湿热也讲过了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将来学内科呢，老师第一关要过清利大肠湿热。清利大肠湿热是确邪，是邪气湿热之邪从大便而去，作用趋势从大肠排泄出去。那么它大便表现是泻，表现是泻，站到大便那个泻，那个痢疾那个泻，看它使用作用药物那个趋势，叫做以通治通。再举个例子，这在妇科里面，这个原则是非常有意义的。子宫出血，比如将来讲那个病的时候，有一个叫是崩漏，叫崩，现在的西医名叫子功能性子宫出血，属于这个崩漏的范畴之内。月经量多，流血不止，这是前提，血中夹有瘀块，甚者是紫绀。判断出血这个性状，属于中医有血，咱们讲血瘀的概念的时候，这个致病特征，有瘀块，标志着有血，有淤血，血色紫绀，标志着有淤血，特别出现有瘀块的时候。那么大量出血，血中夹有瘀块，肚子疼发胀，那中医认识他的病，揭示他疾病的本质，叫阴瘀，瘀血不去，就因瘀血而导致出血，因瘀而出血。按照中医的认识，治疗治病求本的原则，必须活血化瘀，瘀去则血止。活血化瘀使淤血从体内驱逐出去，这就通，确邪通啊。可是他那面表现的症状是阴道大量出血，这个症状也是通，这也通。看他这个症状，把他当成那个出血那个通那个现象，再回头来与那个淤血停留在体内那个基本的本质，这个本质和现象，从把他那个现象当作假，把淤血那个本质当作真，就是说按照一般思考问题，那个体内有淤血，包括有淤血组织，它应该一定反映出来淤血的一般指征，除了有一块之外。而恰恰就通就出血，在这种情况下就活血化瘀以治血，就以通治通，看它的症状的趋向，把它当作反治，就以通治通。为什么刚才强调一句是非常有意义的？一般没有经验的医生，他就李老师刚才你讲了记得治其标啊，那大量失血就会出现汪洋怎么办，汪洋汪洋怎么办呢？那迅速止血，甚至可使用大量的炭剂收涩药，将来同学们学习中药的时候进一步讲一下，那很快止血，中药止血效果非常好。可是止血随之而来的患者肚子越来越大，等下一次出血比这次出血还厉害，瘀不去血不止。所以中医治疗出血病的出血性疾病是要止血，后边还有跟一句话，慎用收涩药，慎用收涩药。所以汤用川在血中论里提出来，第一关止血，第二关化瘀，紧接着的化瘀，说止血必如瘀，本来有瘀了，那么你再止血，瘀上加瘀，说瘀不去，下次流血比这次还深。这将来学习妇科、学习崩漏的时候，老师还要反复要讲。咱们这里面通过这几个例子，帮同学们来理解什么叫做以通治通。
反字的，热阴热用，寒阴寒用，色阴色用，通用通用，是为了讲述这个定义，讲述这个定义，为了讲它的适应症，我们分析的结果，它和政治完全一致，本质上仍然属政治，就是人们看问题的思考问题的时候，站在另一个角度，给这几个术语下个定义。那么我们的也是传统给我们留下来的，传统留下来，仍然应用到今天。所以呢，我们在这里也给同学们讲，这是政治反制这样一条基本治疗原则，在特殊情况下，是用反制这个原则来看问题，本质还是政治，实际上就是寒者热之，热者寒之，虚者补之，实者泻之。这个反字这几个术语要求记住定义，记住适应症，联系到我们前面讲的病机的虚实寒热真假，把这两者将来在学习症候的时候，虚实寒热真假，把这三者统一起来来理解。第三个问题得讲个政治和反字的关系。就疾病而言，通过本质和现象之间的关系，从本质和现象的干一致还是有某些不一致，按照这个来分，以这个标准来分，把治疗原则分为政治和反治。当疾病的本质和现象完全一致的时候，寒症就出寒象，热症就出热象，虚症就只有虚象，实症只有实象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使用政治。寒者热之，热者寒者，虚者补之，实者泻之。在某些特殊情况下，疾病的现象出现了某些假象，与本质不完全一致。在这种情况下，用反字来表达他们之间的关系，应用反字的原则。本质上仍然是政治，人们思维方式就是从本质到现象。可是另外一种思维方式。那就是从假象入手来看这事物的本质，在这种条件下，我们就使用反制这样一个术语表达是，习惯上应言是呢是政治，我们从政治来考虑，已经定是真虚假实，真实假虚，真寒假热，真热假寒，那就这句话结论就是病机就是揭示疾病的本质，你不看假象，已经定它都是假象了。所以你治疗方法应完遵从治疗原则：寒者热之，热者寒之，虚者补之，实者泻之。可是这个时候看问题思考方式和政治思考方式不同，就这个意义讲，在这种条件下，给它起个名叫反制。无论是政治反制，都是遵循着寒者热之，热者寒之，虚者补之，实者泻之。就这个意义讲，他们都是治病求本，都是求本而治。第二，讲讲他们这两者有相同的和不同的。通过上述从疾病的本质现象来分析，他们都属治病求本。所以，无论是政治和反治，本质相同，都是针对疾病的本质而治。处理的具体方式上有所区别，就站在什么角度来看，逆病象的性质而治，就规定它为政治；从病象的性质而治，这个病象是指假象。就叫做反制。具体在临床应用的时候，按照它一般规律，就疾病发展的按照正常规律发展，比较单纯不复杂，也就是说现象和本质完全一致，最容易判断，这也是最一般的规律。就现象一定反映本质，而且和本质相一致，反映这个现象呢和本质属性相一致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多数情况下就一般的情况下都进行政治。用政治的概念来表述这个原则。特殊情况下是指病情发展的异常，在这种情况出现了本质和现象不完全一致的时候，仅仅出现寒热虚实的真假。就症候来说，仅仅四个症候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虽然也是从本而治，但是呢，作为揭示它这种现象，站在另外一个思维角度来看，从假象为考察的目标来进入疾病的本质，在这种情况下，从这种原则处理原则叫做反制。在特殊情况下用
一般的来说，我们政一般的思维，按照一般的思维规律，那么都是政治，极特殊情况下，就是反复强调这种特殊情况是人们考察问题的角度不同，站在什么一个角度，以什么为考察问题的标志，来揭示疾病的本质和现象的关系。站在假象这个角度，以假象为考察问题、思考问题的标注，从假象入手，然后揭示疾病的本质。站在这个角度，本来是政治，本质上政治，我们就这样规定，它又是叫做反制，仅此而已。但这几个概念又难，不好理解，还得认真去学习，认真去理解。最后理解一和反政治反制本质相同。二，为什么古人？中医历代医家都非常强调反制，为什么要抽象出反制这个概念？这个概念，这个思维的过程，抽象的过程，是按照什么的思维路线来抽象出来？理解到这个程度，这个反制，记住这个概念，实行证就容易了。否则的话，这很难理解。就考察这个概念提出是在什么条件下。他是怎样思维，最后抽象出这概念的？而我们今天学习呢，就要从他的思维规律入手，看他站在什么角度来分析疾病的现象和本质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这个反制就非常容易学了。它和政治是一个道理。将来老师讲热气生风的时候，开牛黄安宫丸治保丹那个止血丹的时候，老师可能在内科学不讲这个字儿。将来学防疫，就是牛黄丸它有什么作用？他从正面说，它实行证，其中有一个热气生风，一个热绝，仅此而已，就不会再从反制的角度说它是反制。一般情况下是不这样的。咱们讲基础理论，就这几个概念是躲不过去的，非讲不可。我们今天讲，反复强调它站在什么角度，按照什么思维路线，怎样形成的概念。讲这个旨在帮助同学们。来很好的理解反制这几个概念，这是这一节非常难学的几个定理啊。下面讲五个原则：调整阴阳，这个在阴阳学说里面讲过一次，在这里头，再复习一次，就从自责这个角度，我们再复习一次。这个在治疗原则当中是非常重要的。你说治病必求其本，求本本于阴阳，所以必在这个思维的路线下，首先讲原则的讲。考虑治病的原则就是调整阴阳了吧？调整阴阳，基本病理机制是阴阳的偏盛偏衰。就按照这个思维路线下来，那么阴阳偏盛和阴阳偏衰。那么阴阳偏盛就泄气有余，湿者泄之。具体湿者泄之，还要进一步分疾病性质的病变性质的寒和热呀。那么还得用寒者热，热者寒之这个原则来处理。阴盛它表现寒湿寒症，那就寒者热之；阳盛湿热症，就热者寒之。这是一最基本的原则。二，在处理他们阴盛和阳盛的时候，还要考虑说阳盛者阴病，阴盛者阳病，也就是说阳盛必损阴，阴盛必损阳。在寒者热之，那湿者泄之的前提下，还要进一步来分析，按照阴盛则阳病，比如阴盛，那么损伤人体的阳气的程度，考察出没出现阳虚。如果出现，既有阴盛，又有一定程度阳虚，这个时候在寒者热之，就湿者泄之的前提下，还要考虑兼顾助阳。这个原则体现了虚实都有了。阴寒内盛是实。它必然损伤的人体阳气，一旦机体出现不同程度的阳虚的时候，又没完全转化由阴盛转化为阳虚，那就必须权衡我们前面讲那个标本主治轻重缓急，兼顾助阳，助阳就补阳，就既要确邪又要扶正了。一旦阳虚逐渐的加剧，在一定的条件下，由阴盛转化为阳虚，那么由湿寒转化为虚寒，到那个时候就是
进入阴阳偏衰的条件。相反的，阳盛表现实热症，那确邪是这泄气有余就热的寒子，阳盛必损阴呐、因此还要考虑机体阴损阴翳损伤的程度，根据损伤的不同程度，还要兼顾养阴。第二，阴阳偏衰，阴阳偏衰叫虚则补滞，也叫补气不足。虚则补滞同样也要分寒和热的，也要应用用寒者热之，热者寒之这个原则来处理的。阴虚表现为阴虚热症，热症属虚，那么虚则补滞就补阴。补阴的方法两种，一个是平补，一个是传统的补法。传统的补法就叫壮水自足以至阳光，益火自源以消炎，又称阳病之阴。那么阴衰，根据阴阳互根的理论，阴衰必然导致阳也衰，所以调整阴衰补气不足的时候，也要考虑它有阳衰存在，必然会出现这个结果的。即使没有出现阳衰，采取平补的方法也是补阴为主，兼顾补阳，把这个叫什么，叫阳中求阴，这阳中求阴。与之相反，那么阳衰表现虚寒症，虚寒中补阳，叫壮火自足以至阳光，或者称之为阴病之阳。同样阳虚必然也会累至阴虚，根据阴阳互根的原理，那么又抽象出一个原则，叫阴中求阳，补阳稍加滋阴药物，解释滋阴药物，那么就是阴中求阳。这又出现一个原则。至于阴中互损，这个就简单了，最终的病理结果是阴阳两虚，那么阳损及阴是以阳虚为主，阴损及阳是以阴虚为主，治疗两者都兼顾，但是要分清主次。文献上也把他们称之为补阴配阳、补阳配阴。那么可以不要这样记，很简单，就是既然是阴阳两虚，那就是阴阳双搏。但是要分清主次，阳虚为主，那就是重在补阳；阴虚为主，就重在补阴。最一般的规律就是泄气有余，补气不足。在这个前提下，实际上阴阳互损，那么是在阴阳偏衰里面特殊的处理方法，它也表现了中医理论的进一步往前发展。重点就是那个平补法的出现。阴阳亡实，那一个是亡阴，一个是亡阳，一个是回阳，一个是救阴。前提都得是它脱，阴脱阳脱都要加上固脱的。阴阳格局又回到前面我们讲的反之上去。那么阴盛格阳，阳盛格阴，阴盛格阳就真寒假热，就得热阴热用。那么阳盛格阴表示真热假寒症，就得寒阴寒用，它属于反，用反这个定义来说，它就是反住，本质上它还是正治。习惯上我们把它用反字来定义的时候，就叫反治。调整阴阳最重要的是掌握偏盛偏衰它基本原则，同时要考虑跟阴阳互根的理论，说阴盛要损阳，阳盛要损阴，正确把握这个损阴也好，损阳也好，它表现的程度，一旦出现，那就在确邪的时候就兼顾扶正了，或者是滋阴，或者补阳。容易掌握的，那就是寒者热者寒者，那就单纯确邪。单纯的阴盛，单纯的阳盛。难以把握的是阳盛则损阴，阴盛则损阳。一旦出现阴损和阳损的时候，在治疗过程中，在确邪的同时，必须兼顾
阴之损和阳之虚。这个是在学习过程中比较难以掌握的，包括它难掌握是指的在辩证过程中正确的把握分析，也可能出现了典型的实证实寒和实热，机体还没有明显表现出来损阴和损阳的特征，但是理论已经讲到了，说必须考虑到你这个曾经反复提的那个白骨汤的石膏，本来是阳明气分，就是胃是营血的气分症，按照六经辩证的话，阳明经证是邪热之盛，没和燥湿伯结呢，燥湿伯结就变成腐蚀症了，它叫做经证，不叫腐症，是邪热之盛，阳明经有邪热之盛，出现高热、口渴、汗出、脉红数。那么口渴的标志，就热盛必伤津了。也可以同样用一派苦寒药，为什么它必须用石膏呢？石膏既可以清热，又可以保护津液。即使不口渴，出现也同样可以用白虎汤，不一定，也可以，只要是阳明经证的大热就可以。那就说口渴的程度不同，它也反映出了伤津的程度，也可以不出现这个程度，但是也必须用石膏。理论上已经定了，说阳盛必损阴，只要阳热盛，肯定要损阴。损阴，尽管它可以暂时表现不出来，但是呢，治疗的时候按照这个治疗原则，那必须考虑固阴。这个思想，这个辩证思维的思想，将来同学们在学习药中药学的药物配伍，在学方剂学的时候，讲方剂配伍规律时，它是通过药物的配伍和方剂的配伍来体现出中医的治疗思想。好，这节课到这里，休息。